开始录影，今天是108年10月27号，吼、哦，无，等下你看到吼，人无录到，你的声音有录到吼、哦。这个是我们最新交机器的啊，我们新的客户正在测试机器啊，人客啊，你若是弄这种线吼、哦，这只机器吼，3点钟你就赚回来啊，迄一公斤差几啊十块，安尼像边啊这有无？这200的这条3米外。这条两米外，三公斤外，走过差不多10秒钟就刷哈、哦。所以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现场操作的情形哈、哦。只有让各位看一下，最主要就是说，因为他们这边的线都很漂亮，而且都是双刀的线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大家一直在讨厌，非常讨厌削的，就是这种 XLPE 的双层皮的，双层皮 XLPE 非常难削的哈。哦，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情形哈，由我们老板亲自操作给各位看哈，啊，各位看完之后，然后再跟我们回应一下哈，有什么新的建议、好的建议都可以跟我们讲，谢谢各位，感谢大家。